樱校仅仅是模拟器吗？樱花校园是一个换装游戏，它可以换各种各样的服装，而且还是免费的。它是一个上学游戏，它能让你体验不一样的校园生活，不一样的老师，不一样的同学。樱花校园它是一款冒险游戏，你可以尽情的冒险，体验不一样的游戏乐趣。樱校是一款开车游戏，里面你可以尽情的开车，享受开车带来的乐趣。此外，它还是一款结婚游戏，这个大家都懂。樱花校园还是一款跑酷游戏，樱花校园还是一款幼儿园游戏，在里面你甚至可以上幼儿园。樱花校园还是个游乐园游戏，在里面你可以体验不一样的游乐园，非常的 nice。 所以说樱花校园真的是太强大了。